everything about your company. Know what you do. You think you have what it takes? To beat you, yeah. $9 billion company. Do you know what we're capable of? Do you?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配乐，哦，非常的充满那种乡村气息，也非常的清新，非常的脱俗这样子，哎，配上那个大自然的画面，看起来，哎，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心旷神怡。我也是觉得说，在贡嘎这个地方的话，应该环境这么漂亮，应该要去好好的爱护它。它是一个环保的题材，那跟我们双溪跟贡寮地区哦有很大的那个共通性。今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，我们不爱惜自己的土地，谁会来爱惜我们的土地？我想这部电影值得深思，也发人深省，很值得推荐，很感人的电影，动人精湛的演技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观影经验，非常的感动与满意。这片真的非常好看，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很棒，台湾人都来看吧。麦特戴蒙最感人新作年度十大电影 We're not fighting for land, we're fighting for people. 荣获柏林影展特别奖。You deserve someone who tells you the truth. 3月22，心灵勇气。